共花时，让我们有机会去思考，在我们人生中最美的事情是什么？如何做才能对我们真正有价值、有帮助？听闻思维佛法，让我们发现自己有成佛的可能。戒律的修持不可或缺，因为只有往生善趣或投身为人，才可能证得解脱。所以说，清净的戒行是离苦的良方和通往解脱的阶梯。田地因为杂草而荒芜，人们因为贪欲而受害。施舍东西给没有贪欲的人，将可以得到丰硕果报。有些人只注重心的某一部分的小小禅定，而不修养菩提心，这就像是没有看到大海，却只注意牛走过的脚印一样。
萨德索，这货车上就只有我，在颠簸的路上行驶着，下车时才发现，这里的房子宽大干净，比起之前的破烂房子舒适多了。这里的食物营养好吃，比起之前的穷酸厨余好吃多了。这里的同伴活泼可爱，比起之前的孤独一人有趣多了。这里大师傅笑脸迎人，比起那离别时的泪水更让人难忘。庆幸的是我逃离了被宰杀的命运，要不是我食量大，您或许会比较温饱。在这里我也度过了安逸的十个年头，您还时不时长途跋涉，带着年迈的我一起散步聊天。谢谢您让我度过这幸福的童年，也希望您能幸福安康。大师也是这样讲，人一起心动念，譬如说你起贪心的时候，然后寒病就会来啊；你起嗔恨心的时候，然后热病就会来。所以那个时候你要记得转化啊。然后你起嫉妒心的时候，酸痛就会来；你起傲慢心的时候，肿胀病就会来啊。你愚痴执着的时候，那你的就会有起痰，就是流鼻涕呀、啊黏液会出现这些唾液的问题、血液的问题，所以不一样的动念，那就会遭受不一样的病。所以那个时候，那我们叫这个五毒烦恼就变成五种病：寒病、热病、黏膜病、酸痛病、肿胀病啊，所以。在我们内心里面，我们有这种病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啊。如果按照佛教的修行，要把贪嗔痴嫉妒我慢转成五种大智慧，就像我们在拜五方佛一样，要观想五种光啊。所以要把贪心转成一种那么阿弥陀佛的光啊。所以
阿弥陀佛就是由贪欲转成的一种妙观察智啊，也叫莲花智，而成就阿弥陀佛。那爱生气的人一定要修不动佛啊，把嗔恨心啊消除掉，那变成大圆镜智哦，就像镜子一样亮，观察周围的一切，所以断除嗔恨，成就不动如来。所以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有特别什么样的问题，那你就要懂得去转化，观修五方佛。所以观修佛的形象或是念佛的名字，也可以把我们宿世的这种业力啊，那这个不清净的想法断除掉。护身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接下来请收看慈悲心法语